继续来关心山区的消息。林务局嘉义林区管理处辅导的阿里山社区导览解说员，由在地居民组成，在历经两冬长期紧密的培训以及多处的实地演练了后，日前在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香拿新木剧场来举办社区导览解说员授证，以及阿里山生态旅游协会成立甲办仪式，正式宣告导览解说员成军。嘉义林管处自从对1809年起委托社团法人台湾生态旅游协会执行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社区发展，还有解说导览员辅导的培力计划，招募阿里山的在地居民参加培训的工课。课程内容包括阿里山人文历史、天文气象、动植物自然生态，还有林业铁路等方面。学员利用夜间上课进修，并且通过困难的考试，总共有31位，包括老、中、青三代阿里山在地学员通过考试，由在地人讲在地的故事，让阿里山百年的记忆会使继续传承落去。我们阿里山森林游乐区是我们全台湾有18个林务局所主管的森林游乐区里面唯一一个有聚落存在的那这当然跟阿里山从100多年前开始伐木，很长的这个历史，所以才会有这个聚落，它也是有它的历史渊源的那过去林务局跟这些聚落的居民呢，其实没有太深的互动，但是我想这几年，我们希望说扭转过去这种比较疏离的这种关系，把这些聚落当成是我们阿里山森林游乐区的一个资产跟特色，所以我们嘉义林管处很积极的在培训我们的这个社区的伙伴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让在地的伙伴讲自己的在地的生活跟在地的生命故事，那当然也把阿里山的一些正确的不管是生态自然或者是人文的这些历史呢，来传递给我们来阿里山游玩的这个民众们，甚至外国的朋友。那很高兴经过2年多的这个培训有31位能够培训合格，而且其中更有7位是得到全勤，我觉得这非常是不容易的。那我们也很开心，今天阿里山宾馆呢也跟社区的生态旅游发展协会签署了一个合作备忘录，未来会有系统的来安排我们的社区伙伴的导览员们来跟这些来自全台湾甚至全世界各地的游客来深度的介绍阿里山。我相信借由这样的一个合作跟一个导览的这个提升呢，阿里山绝对可以迈向我们这个国际级的一个高山旅游的这个景点，让全世界更多的人来认识它。林管处处长张岱的表示，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社区导览解说员定在5月份开始试营运，欢迎大家来阿里山进行深度旅游，体验在地人有温度的解说导览服务。世新新闻曾一成阿里山乡采访报道。